徐元君，我要给你看一样完美的杰作。 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吗？如果能够通知一凡他们提早做准备，营救成功的概率会更大。我这里倒是发展了个青年人，但是他刚刚进宪兵队，职务比较低，能去的地方和认识的人也不多，我估计呀，作用不大。把他的情况跟我讲讲。好，我详细跟你说。 想方设法营救我们的，这点我相信，也从不质疑。但难度真的是很大，我们必须做好牺牲的准备。你这话倒像是我平常说的，你今天怎么了？ 也许是离死亡越近，其言与善吧。胡一凡，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关心、包容和谅解。 这个办法好，我去通知他，就这么办。哦，你把新查到的宪兵队电话号码给我吧。 我都准备好了。好，告辞了。行。 下一个。刚刚我也详细的向你们介绍了三种不同的鼠疫病菌，现在。 我要给你们看一件我最新的发明。隆重介绍废鼠疫我的最爱，感染性极强，病死了几个，而且经过我的改良之后。 病菌的发作时间可以控制在一小时之内。这边，请看，这种炸弹是我的最新研究，用它来装载鼠疫病毒，那简直是天生的绝配呀！
品要这炸弹一爆炸，二十米半径内的人都会被感染，所以我给他取名叫死神之吻。很有诗意的名字。石元君，这个什么时候可以用到实战上？等我的培烟机达到稳定之后，我们的生化武器就会大量的生产，到时把它投放战场上的时候，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。这里是石原实验室接监员电话。一定会来营救我们，我们做好准备。我把铁丝带上，用得着。电话打过了？打过了，就按照你说的，我假装是实验室的人，让他们把寒夜和伊凡姐送到细菌工厂。大叶洋子和武天雄好像也去了细菌工厂，所以他们没有怀疑，应该很快会派车押运他们。好。起来，走，快。
下去看看。江木才成。炸弹准备好了吗？没问题。其他人呢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那现在就等秦老师那边集合人手了。一凡，这次机会千载难逢。我们一定要集中所有的力量，一举成功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说实话，我作为你们的长辈，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呢？我真想拿起枪，奔向抗日的第一线。只是，我们分工不同，各司其职吧。张叔，你别这么说，有你在我们背后，我们都不知道有多开心。张叔，是您带我们走上抗日道路的，我们也坚信这条道路没有走错。是的，是我带你们走上了抗日的道路，这条路没有错，只有这条路才能拯救中国的明天。不过你们呢，一定要注意战斗中保护好自己，我在这里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出发吧。出发。来人呐，把九号带过来。嘿，白人手也不多，但是里边就不会这么轻松。先靠近了再说，这次我们一定要小心，不能再上当。后方我已经查过了，比较薄弱，可以从后方拿开。去那边找个位置，有机会的话直接杀掉石岩次郎。好。韩烨，你去布置炸弹。好。全在这儿了。
你还好吗，秦柔？没事儿。哎呀，怎么样，二位？大开眼界了是吧？只要十秒钟就可以置人死地，而传播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。热量的鲜血呀，是不是比冰冷冷的子弹要美妙的多呀？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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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！你打着？保护好世人，将军！炸弹都不好了。打中了吗？差一点。有几个人质？四个。一定还有人质关在别的地方。这样，咱们兵分两路，你们从这儿冲进去，把动静搞得大一点，吸引住敌人。我去救人质。走。抓住他们！就是司书先生，你是啊？我们是同行，我也是教书匠。跟我们走，小钟扶大家出去。
走，就是快走。还记得我爹胡清远吗？胡佑，看在我们拜把兄弟的份子上，千万别告发我。那是你们，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。住手！只要你们放了石原将军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。将军死在江津，你知道这让我在军部背上多大的罪责？蠢货！嘿，他
堂堂的宪兵队总队长也死在了抵抗分子的手上，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？武田军虽然平日和我意见相左，但要紧时刻我们还是并肩作战的战友。武田军竟然被那些抵抗分子残忍的杀害，是我们宪兵队的耻辱，也是我大爷杨子的耻辱。我一定会抓住那些抵抗分子，为武田军报仇。我一直想给你机会，把你调过来协助武田雄工作，就是要加强宪兵队对江津地区的控制能力。可到如今你一再令我失望，属下惭愧。宪兵队队长一职空缺，这段时间由你来负责处理宪兵队的事宜。嘿，记住，虽然你是我的人，可并不代表我能够多次的纵容。小七，你这个伤口虽然不大，但千万要记住，不能让它感染了。你还在为没有亲手杀了大爷杨子，没能替爷爷报仇而难过。我看到韩大哥和一帆姐他们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，这么多年的苦和痛，一朝得以卸下。就是那种轻松的滋味，我特别想试一试。小七，你不能用敌人犯下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我相信，总会有一天，我们一定会报仇的。谢谢你。像你从前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，那该多好。儿子终于给您报仇了，在天有灵，安息吧。弟弟的在天之灵应该可以安息了。嗯，而且他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，你不但为他报了仇，自己还成为了一个有智有勇的抗日志士。金老师，谢谢您对我的肯定。现在家仇已报，就剩国恨了。只有国家太平，咱们的老百姓
才不会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我们要让日本鬼子知道，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，但是如果必须要通过战争才能达到和平，我们也会毫不惧怕地拿起武器。齐老师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继续战斗，直到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。我们一起努力吧。将军，您看起来气色不太好，还请您多注意休息。目前我军在中国的南方，尤其是上海、南京一带，战况虽然艰难，但战果斐然，捷报频传。可是在江津的堂堂的宪兵队队长，竟然死在了区区几个抗日分子的枪下，这不得不让我心忧啊。将军，都是属下的错。我向上级要求指派新人，可他们告诉我暂时没有合适的人选，所以宪兵队由我暂时监管，当然具体的事务还是由你去做，我会给你充分的权力，但是由于你不是军人，所以调派宪兵队兵力的事让道本次郎去做，我会命令他全力协助你的工作，不得怠慢。是。杨子啊，希望下次再见到你能给我带来好消息。是，属下告辞。哎呀，够了够了，吴妈，我实在吃不下了。小姐，你怎么就吃这么几口啊？这可是老爷特地吩咐的，你最爱吃的，你可不能辜负了他的一片心意呀。那我也不能一气儿吃这么多呀。谁让你平常都不在家呀？这么多好吃的，老爷平时舍不得吃，还不断的给你买，都给你留着了，你还不得一口气的都吃下去啊？好了好了，吴妈，您就别再唠叨我了，比我爹还厉害呢。谁说我厉害了？啊，爹，好不容易回家一趟，还在背后说我的坏话。我哪有说您的坏话？今天的江津晨报怎么空了一块？这里的内容在印刷之前被临时换掉了。现在这个时局下，有可能刊登的是反日的内容。可恶的鬼子。嗯，女儿啊，这些事情由政府和军队管着呢，你们这帮小孩子可不能跟着瞎胡闹啊。给我来一份晨报。好，给您。南京不久前刚刚沦陷，现在报纸变成这样，是不是跟小鬼子有关？你就是这里的负责人？是我，我就是这儿的社长。要不是我的人及时发现这篇稿子，今天江津城可就热了。我问你几个问题，如果你回答的让我不满意，你的下场
您应该很清楚。我明白。文章里的照片，你们收到几张？两张，就是报纸上用的这两张。我可以把照片给你。你没有骗我？就这两张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们可以搜。搜！照片从哪里来的？谁给你？有人匿名寄到报社来的，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寄的。真的不知道。昨天早上一上班，就发现有人把照片寄到报社信箱了。报告，没有搜到照片。给我查封这里。是。给我继续追查。哎，看来这件事真的和小鬼子有关。这是我军在南京的照片。是的。他们果然是立了大功。不过，你是怎么拿到这几张照片的？我好奇的是，中国人是怎么拿到这张照片的？要不是我的人昨晚发现及时，这两张照片已经刊登在今天的《江津晨报》上了。报社的人怎么说？匿名信，他们不知道照片来源。我看这两张相纸，并非我们日本人常用。应该是中国照相馆洗印的。不过，这也不能排除这几张照片的底片是从我们的人手中泄露出去的。最近有一批从南京过来的军官和士兵调任江津。这是他们的资料，你看一看。是。
腔热血在心中流淌，默默融化世界的荒凉，愿这片大地。